气急的目标，击倒对方。一横一竖，站着的才有资格讲话。一招多用，招招实用。头不疼，人的头快活的多。占上风的时候不下手，死的是自己。出手不见手，见手不为敬。对方敢越，别留死。手由心发，点点接近。我是独到，力不能制。防守闭门，巩固刃从肌肉部。他的武功，肌肉运用之妙，近乎全力。心法正宗，自然手法正宗。心无牵挂，战无不胜。还怕少壮？攻大欺里。你说这话对吗？放下你的想法。目标是要将人的体能推到最高极限。念头阵，众生阵，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一点爆发出来，就是最强拳。追赢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点，宁可一丝劲，不择一丝体。金刚之能，攻无不克。练体能。手无长形，触着即断，在最短的时间击倒对手，像风一样。我快不住，没有必杀技，只有必杀心。唯一要超越，就是自己的心。老祖宗的东西。看明白了吗？我看到的不是招，是意。武艺再高，高不过天；资质再厚，厚不过天。一分之隔，两个天地。原位是在练呼吸，气定神闲，神色沉静。无根高木，枯树开花。知其病，不其禅。胸襟，混玄窍，修息渊源。阴阳交互，青草拔节，大雪落地。真意不在沙，在藏。夜里藏花，过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。过了山，眼界就开阔了。道心宽广，可容万物。宇宙长生，万古星辰。是个高手。拳不能只有眼前路，没有身后身。千古梧桐局，人生如棋，若此无悔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箭已射出，并不能回，但人可以。过十二重楼，关外再回头。中国武术强调个人的修为，包含了儒家的哲理，德，也就是人推己及人。以力服人者霸，以
以德服人者仁。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天下之大，坚权归一路。保持住最初的心，心有定境，不出辛苦。道大，人也大。大道真谛，大成若缺。凭一口气点一盏灯，有灯就有人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不怎么想啊。千金难买一生情。你拿什么听我的刀？